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是宠物可以升五星，铁牛，然后可以升高等人族重步兵。诶，我只要打一个重啊，好吧，重步兵啊，近距离回避几率这种增加1.5%，工会战中人类士兵体力增加10%，然后他很特殊能力。超越减速、印章友善度、基本倍速，碎片增加1%，改成1.5%。哦，然后它这个碎片的拿法就，为什么这画面都要这么卡？四元的战斗，随机的啊。所以大概就这样。